愿意跟我走的去小文那里登记，如果有更好出路的同事，我们也绝不阻挠。好酷啊。嗯，你怎么想到的啊？宁大凡，这衣服不是我的吗？对啊，我特意在你衣柜最里边翻了两件你从来没穿过的衣服，我觉得你也不会再穿。你觉得个屁！我特意放在衣柜里边，就是怕我衣服又被你给毁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参加表彰大会，我要穿这件？怎么了吗？报社表彰的，表彰的是你的文章，你的灵魂，跟咱穿啥衣服没关系。你的衣服参与到了我的作品当中，你应该高兴啊。行，你等着，晚上回来我再找你算账，好好拷问你的灵魂。潇潇，哎呀，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啊？别舔酸奶盖。怎么了？之前我听什么一个专家说，区分女神跟女屌丝就是舔不舔酸奶盖。哎，巧了，我这也有一个专家说，女神只舔酸奶盖，都把酸奶给扔了。行，让他俩打一架吧。行。哎，乔姐，你今儿怎么来公司了？杂志社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也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，不过谢谢你来给我捧场。啊，好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决定重新回归了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这不刚卸货吗？好好把产假休完了再来呗。我可闲不住，再闲下去啊，就该跟社会脱节了。嗨，不至于。来来来，我这还有瓶酸奶，舔吗？舔啊！走吧。小小这一次的报道很漂亮，怎么样？大家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传统纸媒面临转型，我们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。陈总为大家考虑，和优传媒达成合作，有名额去那里重新开始，但是呢，要通过一个新的实习期。陆总，那边实习有工资吗？有餐补。愿意跟我走的，去小文那里登记，如果有更好出路的同事，我们也绝不阻挠。好了，今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，如果有想离开的同事，可以到徐姐那直接结算。行了，你们都别在这杵着了，你们公司已经入账了，有需要报销的跟我走吧。这世界很酷。